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防辐射的，他们不用的话，就下午他们还有了哈。哎，哎对，你要沾酱油吃的哦。来你们物资哈，最后一站，嘿，我们圆满了，对，都发放在灾民的手中了，感恩所有的善心人士，感恩海山市，感恩这个福智台东福智教室，还有爱心的正德爱心厨房，谢谢你们，感恩，谢谢，好，祝福你们善心人士，是中华台湾国际身心研究教育协会，还有谢谢阳明佛寺的常处长，谢谢你们的用心，不用印章，不用印章，嘿，也不用签名，谢谢，对。